老师来，楼下那女的谁呀、啊？还跟他说有空常联系、啊。我一个好久没见的老同学啊，我不是跟他客套一下吗？客套一下，是有空常联系、啊。你咋了？你生气了啊？没有，有空常联系、啊。我，有空常联系啊。哦快到外卖啊！好，谢谢师傅，有空常联系。啊！不是你干嘛呀？你刚刚都吓着人家了。那不跟你学了吗？那怎么了？我不跟你见面就不能常联系啊？不是。哎呦，老同学有空了。那还你还八成是老同学，你信不信？这绝对是。你干嘛？嗯？怎么了？你笑什么？你被套路了。我套路什么了？你自己听。下周我结婚，希望得到老同学的祝福。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，记得要来、哦。不是你等会儿，这不冲着把我当面种吗？你快想想办法，怎么办？嗯。哎呀，好巧呀、啊！我们两个人下周也结婚，要不然老同学先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。哇，这个不错呀，我也很爱你哟。你干嘛？我还行，不是特别忙，怎么了？是就想跟你说谢谢你来爱我，我也很爱你啊。不是那个办公室的影响不好。李快乐，你现在只会演戏的吗？啊，是让别人不发火，你把别人当傻子。哎，你干嘛你干嘛？你先听我解释行不行啊？大总，这个是客户敲定的最终方案，麻烦你签个字。行，干得不错，建议辛苦了，加油。谢谢钱总夸奖，钱总，不知道你今晚有没有时间，要不一起吃个饭？停，行啊，停，不能再说了。好了，你最近身体不好，你不能吃饭，不是你不能喝酒啊。还有你，干嘛呀你啊？吃饭不好工作，整天吃饭，你都胖成啥样了？你知道吗？文件签完了，赶紧出去，瞪我是不是？瞪我是不是？逼我动手是不是？行啊，小伙子练过是吧？那这样，咱俩这次打个平手，我还跟千总有事要谈，你先出去好吗？击个掌，打个平手好吗？什么东西？嘿，怎么了？就等你上班时间看美女，不等我下班回员工吃饭？不是，咱能不能把格局打开啊？啊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根本不是在看美女，而是在看口红色号呢？是，我才不相信，除非你出门把口红放你面前，告诉你这是我提前给你准备的我玩的礼物。可以啊，你。太好看了吧！怎么样，好看吗？那简直太好看了！这个色号可是我仔细研究过，玫瑰豆沙百搭不挑人。呀，还有个唇膏呢。这个金箔唇膏可大有来头，我告诉你，平时你可以用来保湿润唇、做素颜神器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不用选色呀，不用选择就不怕出错。你再看这两个色号，52009什么意思啊？嘿嘿，52009，我爱恒久啊！这么妙的寓意，不送给你，送给谁啊？错怪你，要不然这样，一会儿我亲自下厨，你尝我的手艺。啊，可是我工作还没做。没事，给你放个假不行？等一会儿。哎，离婚结婚，这个可以啊。离婚结婚。